今天我们来介绍酸奶鸡蛋饼的做法。最快手的早餐酸奶鸡蛋饼，五分钟就搞定，软软嫩嫩的，做法简单快手，喜欢的小伙伴快来试试吧。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，为了方便以后查阅，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。准备好面粉、鸡蛋和酸奶，将鸡蛋搅散，倒入酸奶，搅拌均匀，加面粉，搅匀至无颗粒，不粘锅预热，倒入面糊，尽量摊薄一点，中小火煎，凝固再翻面煎熟即可。技巧：酸奶带糖就没放糖了，喜欢甜点的可以再放点糖。好了，就到这吧，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关注。